頭先都講咗，呢一部戲咧係應該艾瑪屋企一齊睇嘅，所以今晚咧或者聽日啦，咁有時間嗰陣時咧就一齊嚟睇同爹哋媽咪一齊，因為呢一部戲咧係講兩代人嘅，即係可以全家一齊睇嘅，所以我覺得一齊睇呢部戲咧一定會有啲收穫嘅，一家人。同埋咧就係、是、想講嘅係。大家看电影就会明白他们想讲的心底说话了哈，记得他们想说的每一句心声都在电影里面能够呈现给大家，所以真的很诚意推荐大家从今天晚上开始就要开始你看十遍的这个电影的旅程好吗？ OK， 再次把掌声送给我们四位主创好吗？谢谢你们，也祝大家圣诞快乐，新年进步，谢谢。 OK， 非常感谢，谢谢，我爱你们。好，我们一起来，我们来再合影一张吧，再给大家合影一张吧。这里，全聚三全。哦，对对，我补充一句话。好，大家要注意安全。看完电影之后，不要忘记这个发微博呀，发朋友圈啊。